那那个主席，各位同仁，请教一下部长，请部长。那个部长，委员好，辛苦了哈。那这我请教部长几个轻松又严肃的问题了哈。是。那也顺便考考部长啊。我们台湾本岛的这个领海基线公布了没有？台湾本岛，你不要这个下来下去下去下去，都下去。部长，我要问部长，来，不要打 pass， 哎，来，那个公布了，公布了哈、哦，是，那是在民国八十八年跟九十八年公布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彭佳宇的领海基线公布了没有？彭佳宇、不要打 pass， 公布了、不要打 pass， 这个作弊，来来来，请回，彭佳宇时间扣掉，主席啊，我的时间扣掉一下，维持一下会场秩序，来，彭佳宇是公布了，这个是作弊的啊，这题不积分了哈、哦，来。东沙群岛呢？你看我，不要看他。啊，东沙群岛公布了，公布了嘛？哈，是。好，南沙群岛，南沙群岛应该是公布了。啊，公布了哈。对。中沙黄叶岛公布了没有？中沙黄叶岛。对。其实我们假如公布的话，应该是都有公布了哈。好。那这个钓鱼台公布了没有？我们的领海公布了没有？领海基线公布了没有？公布了，公布了哈、好，那再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：金门马祖公布了没有？金门马祖这个是委员的老问题了，对，因为它牵扯到两岸之间很敏感的东西，所以目前没有。所以这个部长啊，我公布你的得分了哈、这个、五题那一题不计分之外啊，你是八十分。南沙群岛我们的领海基线没有公布。啊、哦，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公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啊、哦。好，那在五月的时候啊，我就有要求说，我们内政委员会也做成决议说，有关这个领海基线啊，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内要报行政院公布。好、哦，那五月到七月就两个月了，那现在是九月啊，那为什么南沙群岛跟金门马祖的领海基线还没有公布？这个为什么？这个不是地政司可以回答的问题啊，这个是政治的问题。我问的问题，我再简单一点，有没有报到行政院的、啊？我们有报到行政院的。有没有包括金门马祖？有有。好，那部长，你的了解为什么行政院不敢公布？江宜桦自己讲，在2010年的时候，他就讲说他要公布啦，对不对？他说一年内要公布，结果我们等了一年，那到现在他自己做行政院副院长还不公布，那金门马祖为什么不公布啊？这个部长，你的理解是什么？我想，当然院里面有院里面的考量了。对啊，我们必须要尊重。他不是副院长，他自己当内政部长的时候说要公布，为什么现在又有特别的考量？这个为什么不公布？因为金门马祖是不是我国的领土？金门马祖是我国的领土，它附近的海域这些这个部分是不是我国的这个领海？是不是？没错，没错。没错，为什么不公布？啊！中国都敢公布钓鱼台是我国的领海，为什么我们不敢公布金门马祖？这个为什么？钓鱼台有争议，中国就马上公布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东经几度，总共附属所有的钓鱼台附属岛屿，它全部都公布，它这个是它的领海基线。那为什么我们金门马祖到现在还不公布？那不是一个用简单的政治的考量。好啊，碰到中国就政治考量。那你日本钓鱼台，你为什么去公布？当时为什么公布？部长，你的理解呢？那钓鱼台被日本这个主权有争议，但是日本公布，我们台湾也公布啊？为什么我们碰到日本的时候我们敢公布，碰到中国我们不敢公布金门马祖的这个领海基线？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有什么特别考量？日本较细汉，中国较大汉，中国是咱的爸爸哦，日本是咱的细汉呢，是不是这样？我想应该不是了，不是嘛？对不对？公布当然是很容易，你要公布都可以公布。对啊，那就马上公布啊，很容易啊。只是说，这会牵扯到一个很敏感的，我听不懂、我听不懂有什么敏感呢？中国公布钓鱼台，钓鱼台，我们政府包括马总统都宣示钓鱼台是我国的领土，对不对？他来公布钓鱼台的领海基线，结果我们自己中国在1996年就公布金门马祖是这个是他们的这个领海基线都公布了，我们到现在。人家都骑到我们头上公布钓鱼台是他们的领海的状况之下，我们金门马祖还不敢公布，这有什么特别考量？我们在金马的部分有根据两岸关系条例，我们有一个限制，有一个限制的
的禁止水域了。对。那至于说领海基线确实是没公布。对。但是它有在两岸关系条例里面有它的界定在里面。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没有界定说公布领海的范围。我们是禁止水域，不是领海范围。这个部长。是。我国的领海基线的划定都是你们啊。没错，都是我们内政部这个，包括我们这个国土测量的相关的这个单位去做测量，然后报院，报这个行政院核定后就公布嘛，对不对？部长，这一件事情啊，金门马祖这件事，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。到底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你们报到院里面，难道这个部分都没有开会吗？国安会都没有开会吗？没开会。有没有？嗯、来，司长来，国安会讲了什么话？谢谢委员对这个领海基线的关心哦。其实金门马祖呢，它的确都是在我们之前统治范围里面，所以对目前呢，对啊，那你要讲什么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对不对？是有禁止水域、限制水域的这个规范的。对。所以目前呢，其实公不公布这个领海基线，其实对我们之前呢根本一点都没有影响。那是你讲的、啊，那中国公布钓鱼台，你为什么不跟中国讲啊？对不对？我们钓海是在民国1988年第一次领海基线。那我请教一下部长跟司长呢？对于中国划定钓鱼台是他们的领海，哦，他的公布他的领海基线，我们内政部有什么看法？不管任何国家啊，这个公布或者什么作为呢，其实钓鱼台是我中华民国的领土，这个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，这个是无可置疑的。好啦，啊、哦，你是司长嘛，对不对？是。哦，肖司长嘛，哈、哦。那部长呢？部长看法是不是跟司长一样啊？我们看法当然是一致的。好，那假如大陆当局对钓鱼台列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主张，这个我们接受吗？我们当然不接受啊。有没有这个有没有争议啊？钓鱼台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固有，所以你不接受对不对？是。你知道你刚才讲法跟马总统的讲法完全不一样。马总统在2010年发给所有国际媒体的时候啊，我念给部长听啊，是你比马总统有guts啊。对于大陆当局所做钓鱼台列屿为中国固有领土的主张，我们不表达异议。这是马总统的讲法，你说你不赞成，对不对？你表达异议，是那这个我肯定部长，这个我肯定部长啊、哦。那这个其实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啊、哦。钓鱼台、金门、马祖、南沙群岛，包括部长你刚刚忘记了南沙群岛，是这个都是我国固有之领土嘛，对不对？随之附属之相关的领海基线的这个公告，本来就是按照我国领海法相关法律规定，这个本来就是要公告嘛，对不对？那中国公告钓鱼台是我国的领海，那我们对于金门、马祖，在我们内政委员会在之前的这个部长，大家都包括你。也说七月的时候要报院就要公布，到现在我们不敢公布，所以这个会在国际社会上会当然会让人家误会说这个台湾跟中国，当中国公布钓鱼台领海的时候，你也不同意，那我们又我们的总统也没有表达意见，是我们内政部的地政司的肖科长肖司长在这边表达不同的一个意见，所以这个会让人怀疑说，第一个台湾跟中国是一鼻孔出气。联中自治嘛，第二个就认为说我们政府保钓是保假的嘛，对不对？渔民这个去啊、哦，这个没问题。但政府部门有公权力的部门，尤其内政部是主管这个全国土地的最高主管机关，我们也都不敢讲啊。所以人家当然是不把你看在眼里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当然还提什么东海倡议？对你当然会被边缘化嘛。我们对于自己的领土的主张，我们都不敢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示公布我们的领海基线啊，对不对？部长，那我再问简单的问题了。那你刚刚答错那一题，南沙、太平岛什么时候要公布？你还去插旗嘞，插中华民国国旗嘞，对不对？热血青年李鸿源视察太平岛登东洲礁升旗啊，我支持啊，鼓励啊，给你鼓掌啊。那什么时候要公布啊？南沙的太平岛的领海基线啊？我想我们有特殊考量，我们要公布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前置作业都做好了，做好了，那只要院里面做一个政策的才、啊、那内政部的立场呢？内政部的立场是不是要尽快公布啊？内政部的立场是我们会建议院里面在南沙的部分，我们应该是尽快，是尽快啊。马总统说一个月交出成绩单好不好？一个月公布，不南沙群岛领海基线，我们只能说我们把基本把内政部希望好不好？内政部希望是希望一个月。
行政院能够赶快核准公布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办法要求我的长官。希望，我说你希望，你连希望你都不敢。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把作业都做好了，政策要决定公布，我们可以马上公布。好，那你觉得你认为是应该吗？快点公布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所有的我们的领土，我们的领海基线，当然都应该要公布。越快越好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当然，好，这个部长，我就看你越快越好，大概是什么时候？但是我是不是我们还是要听长官的命令？你怎么会听长官的命令啊？对不对？你对其他意见，其他的议题你都很有意见啊，对不对？替代力你也有意见啊，很多你都很有意见的啊，有意见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支持你啊，立法院支持你啊，给院里面的长官做最后的。那你不是说你的主张、你的政策被踢皮球？你说啊，算了，我就不努力了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们会把我们的意见做一个。好，一个月时间好不好？一个月时间公布金门、马祖跟或者是太平岛的领海基线，好不好？我们会跟展现我国护卫领土的决心。我们会跟院里面做这样的建议跟陈述。好，那我希望你的越快越好，我们就等等看。好，谢谢。至少哦，我希望说。比桃园的航空城还快一点呐、啊，2030年之前能够快一点呐、啊，一个月内哦，马总统说交出成绩单，哦，你不要碰到钓鱼台的事情，碰到日本的事情。那这个当时江宜桦部长还提到说啊，因为钓鱼台啊，这个大家这个没有有效军事占领，所以我们就不公布，我们就公布啦，这个没问题。那太平岛现在是由我方占领哦，是我方实质的控制管辖的范围里面，我要求要立刻公布，好不好？我们会跟长官做报告，我们会把基本基础公布的所有的工作都做好，只要上面决定公布，我会建议，这是我会建议。你要展现啊，你要展现你登到中洲岛，把中华民国旗帜插上去那个热血青年的热忱跟决心啊，对不对？告诉马总统啊，说你当时保钓，我现在这个啊，这个是保太平岛，这个保南沙哦，要求马总统要公布啊，好不好？这个部长有没有问题？我会一个月内的时间啊、哦，我们希望说啊，这个部分能够赶快啊，看到我们这个内政部也能够展现哦，中华民国捍卫我国领土完整的决心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托部长。谢谢指教。